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bby。又到了日本一年一度的紫藤花季，今天我和歪先生要去立木县的竹立花卉公园赏花，顺便带大家去泡免费的竹汤，以及当地人推荐的大阪烧隐藏小店。就跟着我们走一走，逛一逛吧。这里的竹摊大约可容纳30人，我和歪先生有经过这里都会顺道来这边泡汤。泡完了汤，我们买了2个豆乳鲷鱼烧。好大只的鲷鱼烧。鲷鱼烧的红豆内馅非常的饱满，加上淡淡的豆乳香气，吃起来非常的湿润且甜而不腻，推荐大家来这边一定要来吃吃看哦。就连不喜欢吃甜食的歪先生也觉得很好吃。我也是。吃完了鲷鱼烧，我们打算来泡第二次的竹汤。鲷鱼先生看到这个按摩泡泡，很想整个躺下去。要离开了，拜拜。竹立花卉公园的园区内是近代外食的，所以中午我们就先到附近的丸桂治面吃午餐。这个是春天限定的亚麻茉莉阿萨利乌冬。我是瘦。丸桂有分为商场的店铺及街边店，我和歪先生都还蛮喜欢到街边店的，因为街边店可以免费加汤，面条吃起来感觉也比较 Q 弹。これ2個でもいいよ。あ？これ2個でもいいよ。2個あるの？结果店员马上就放上了完卖的牌子。天ぷら饅頭、ハムカツ、ちくわ、エビ、イカ、トマト、ゴボウ、レンコン、サツマイモ、ハムカツ。どうする？稲荷180円になります。我喜欢加1匙的天妇罗花来增加口感，另外再加上2大匙的葱，颜色看起来真的很漂亮。这是我们点的火腿排跟三叶草跟小虾米的卡基阿给，另外还点了炸什锦蔬菜跟炸地瓜。有果，哇，小时候是好的。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街边店的面条比较 Q 比较好吃耶，你们也这样觉得吗？从歪先生那边分来的米字巴跟 AB no kaki ake， 我都会先把它泡软然后再吃。这个是火腿排，我觉得蛮普通的，不知道为什么歪先生每次来这边都会点这个。吃到一半，歪先生跑去加汤，在天气冷的时候可以免费续汤，真的蛮幸福的。接下来我们来到附近的公园散步走一走。鲤鱼们都超亲人的，另外公园内还附设有园区的小火车。这个公园大到需要有小火车来做接驳，真的是很大耶。散步完后回家换个衣服，接下来就要前往竹立花卉公园了。今天来了好多摊贩耶。竹立花卉公园共有2个入口，从竹立花卉公园站下车就可以直接到正面的入口。我们今天要从靠近停车场的西边入口入园，这里的人比较少，可以节省排队的时间。竹立公园的门票价格是浮动的，我们今天刚好买到最贵的价格，代表可以欣赏最好的花况。另外也有开放夜间限定的入门票，要注意园区内是不能携带宠物跟外食哦。
ここはオフ地なの。去年より短い。今年的那个富吉开的不是很茂密，然后都稀稀疏疏的，也不是很长，可能再过一段时间才会满开吧。在这边推荐大家下午大约4点多左右过来，可以先拍拍白天的紫藤花，到了晚上6点点灯后，也可以拍摄夜晚的紫藤花哦。这一天遇到好多台湾来的朋友们，觉得好亲切。我们现在呢要去奥富吉看奥富吉，不愧是园区内最具有人气的紫藤花，满满都是人耶。由于最近关东地区天气比较炎热，紫藤的开花时间比预期提前了1周，园方也不得将夜间点灯的时间提早为4月15号到5月14号开放。另外，在竹立花卉公园的网站上，每天都会更新花况哦，大家可以去那边看看哦。接下来我们来到了白藤的隧道，这里的白藤呢是立木县指定的天然纪念物，开花的花期呢大约是4月的下旬到5月的中旬。这一天我们来隧道里的白藤还不算是满开的状态，可以看到一些未开花的花苞，反而隧道两旁的白藤就开得非常的漂亮。因为它长得像葡萄，所以呢，我们都叫它葡萄的紫藤花。八重藤就像是一颗颗的小钻石们，充满着灵气。它在园区内呢，属于香气比较重的紫藤花。夜，オフィス撮るとめっちゃ綺麗だ。除了可以拍到大藤之外，在另外一侧也可以拍到粉红紫藤花桥。黄色的紫藤花呢是园区内最早开花的，所以我们当天到的时候就已经有点凋谢了，真的蛮可惜的。5点半，园区内会开始点灯，这时候的天色都还蛮亮的。我这个卡子的一个记得怎么回事？漂亮。哇！一直请外先生帮我拍杜鹃花，这里的杜鹃花真的好漂亮哦。我们现在呢要去休息一下，然后等晚上天黑，然后它就是会点灯，现在已经点灯了，但是还是不是很漂亮。我们等一下呢就休息一下，然后吃个东西，等一下再来拍给大家。园区内有贩售各式各样的花，以及像这样子色彩缤纷的仙人掌。个人的话是比较喜欢像这样子没有染色的仙人掌。啊，这个玻璃盒是史莱姆的脸耶。我们决定呢先吃一点东西，等天色再暗一点。来这边呢可以试试看他们的紫藤冰淇淋，另外我还推荐炸马铃薯串，也很好吃哦。晚上还要去 Y 先生推荐的大阪烧店，
所以呢，我们就只有点了两只热狗，不能吃得太饱。这种酱料包我每次都举得非常长。好的，我给你弄好了，我先。最高兴的。稍作休息之后，天色总算暗了下来。这一区吗？感觉我和威先生没有来过，哎，都不知道后面有一颗粉红色的紫藤花。紫藤花虽然小小的，但是开得好茂密，好漂亮哦。这个没有到现场看，真的感受不到它的美。推荐大家一定要绕到后面来看哦。从后面看才可以感觉到白藤瀑布的壮观。なんかね、遠く見るとなんか偽物みたいけれども、本物ですね。这里是杜鹃花区，今天的杜鹃花也开得很漂亮，然后从这里的小山丘可以拍到整个园区的风景。前面的白藤打灯之后更加的漂亮了。入夜后的紫色藤花颜色又更加的艳丽了，美到让人不由得拿起相机多拍个几张。大家可以试着相机由下往上拍，这样就可以避开人潮哦。这里是金字塔区，从这里可以拍到紫藤花水中的倒影，入夜后的紫藤更添加一股神秘的色彩。不愧是 CNN 票选世界十大梦幻之地呀。现在是晚上的8点，可以看到人潮减少了很多。这个时间呢，就是我们吉摩多的 special。回到了白藤隧道，这里是我今天觉得开得最漂亮的白藤了。满开的白藤香气非常的重，远远的就可以闻到它的花香。它的香味都胜过去年的冠军八重藤了。这里就是威先生推荐的可以拍到大藤水中倒影的地方。
另外一侧除了可以拍摄到八重藤的水中倒影，也可以拍摄到对面的粉红色紫藤桥。一番綺麗な画質。这里就是竹立公园宣传海报的地方，真的是太美了。大家拍照之余，也别忘了绕到外围去拍照哦。从这边呢，可以拍到整个大藤的样貌，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又漂亮。欣赏完美丽的紫藤花后，我们驱车前往外先生推荐的大阪烧店。あとコーン玉。あとコーン玉。あとカルパッチョ風サラダ。はい。とりあえずじゃあこれ以上で。はい。这家店是由一对夫妻所经营的，店里的摆设呢，让人家觉得很安心舒服。这里的座位都是半个式的，不怕煎得太难看被人家笑。首先呢，先把材料跟蛋液混合起来，然后呢，平均的铺圆在铁板上。要记得把材料铺在最上面，才不会容易焦掉哦。Y 先生每次来这里都会点这个沙拉，他的沙拉酱酸酸甜甜的，非常的解腻，然后海鲜呢也非常的新鲜。行くよ。はい、頑張って。おお、おすごい。完成之后淋上大阪烧酱。哇，这个铁板的声音真的让人忍不住想流口水呀。在这里要记得先把还没有要吃的大阪烧先移到旁边，才不会烧焦哦。美味しい。接下来换我来挑战看看。コーンだから全部ちょっともいいの。こういう感じ？丸く丸くね。ちょっと薄くしていく丸く丸く。はい。もう完成完成。はい。待って。あ、熱い。熱いな鉄板は。はい。ほい。还是一样不太会挤酱料。这里的大阪烧呢，价钱比较便宜，然后分量呢会比较小一点。后来我们又加点了拿破利口味的乌龙面和内脏乌龙面。不得不说，这里的乌龙面的酱汁真的非常好吃，来这边一定要点他们的乌龙面哦。炒完了青菜之后呢，加入了乌龙面，
然后呢，将它们一起拌炒，再加入一点水跟店家准备的寿司，就完成啦。歪先生亲手做的乌龙面，暖意适中，真的好好吃哦！这个超级暖，超级好吃。